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娱乐热榜，每天为你们分享有深度的娱乐事件。喜欢我希望你能订阅加关注评论哦。终于等到你，你好，王一博队长。燃情街舞四度来袭，冠军队长强势回归。刚刚这就是街舞第四季官宣了，冠军队长一博将继续加盟节目，燃炸这个夏天。看实力舞者王一博定义街舞新范本，今年夏天和王队长一起嗨翻舞台。少年踏着夏天的风，舞台回归，热浪翻涌，舞台热血从不止步。这个夏天，这就是街舞。王队长你好，蓝白交错的梦幻故事染着新的颜色，期待这就是街舞第四季。王一博队长不拘标签定义，实力点燃舞台，欢迎王一博队长回归。今年夏天我们一起厚积薄发，他是全能舞者，他有百变造型，他是 battle 王者，更有专业的点评，将热爱做到极致，用专业诠释什么是 love and peace。 这个夏日注定不平凡，让我们一起期待王一博燃炸舞台，续写传奇，一波王炸 boom。看王一博跳舞不失为一种视听盛宴，感觉他的整个人，他的每一个细胞都和音乐融合在一起，节奏唤醒身体，舞蹈引燃激情。王一博对每个舞种都有所涉猎，不仅懂街舞文化，还那么懂舞者，堪称街舞领域的知识点小能手。去年的王队长是团队里的优秀领袖，人格魅力爆棚，今年是全新开始，更强挑战，为热爱 battle 到底的王队长即将集结新的王炸战队，火力全开，无畏 battle， 一起全速向前，奔赴心中热爱，在舞台上散发更耀眼的光芒。精准有力的舞步，踏着铿锵的鼓点，野性与少年意气的精准结合，跳起舞来，领舞者王一博永远是发着光的男孩，让舞台炸裂，每一支舞都融入着少年人自己的理解和灵魂。王一博有绝佳的控制力，面对复杂的舞也游刃有余，每一个动作和设计都有自己的 feeling， 舞台魔术师不是说说而已，把舞步揉进灵魂，尽情释放自己的魅力。这个夏天期待王队长掀起属于街舞的全新热浪吧。这就是街舞第四季终于来了，今年夏天王一博队长可以名正言顺的穿着香奈儿的衣服，踩着安踏的鞋子，转着雪花勇闯天涯小蓝瓶，跳着街舞，尽职尽责地做着顶尖舞者的推广大使。哇，完美，原来这几个代言在街舞之前宣好有道理，十年挥汗磨舞技，一招 battle 天下闻，街舞精神 battle 到底，永远执着，永远无畏，不论成败，不问输赢，拼尽全力。街舞舞台，王队长回归。蓝白梦境是热爱不息，少年热血滚烫。这个夏季，以梦诠释青春，以舞描绘人生，十年磨砺，不断进步。他是冠军队长，他是舞台王者，他更是一位在街舞道路上拼搏成长的求索者。他无惧挑战，也一直谱写传奇。这就是街舞第四季，一波王炸 boom， 王一博来了，你有什么想说的呢？欢迎留言订阅告诉小编哦。